他这一辆也剩不下了，这一辆也剩不下了，多着户不少了，应该。这都弄下来一辆了。弄下来一辆。这不是在这砍下来了。哦，他还能砍下来了。在这一个架子上，他弄也弄不了。啊，弄不了。看看，三条大钢盒，从南边舵来刮里面来。让刮机得着啊，让刮机着了啊，着刮机着了，只能着了，我的妈，现在这火势，我的妈，要要命。看，我挺赶紧提手吧。我靠，这着火了，哎呀，这么大的，这是什么着了。我楼顶嘛，这黑烟滚滚过去，连个人都没有过去。我靠，这一烧烧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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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烧没了。我这浓烟滚滚过去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过去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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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了。火势还贼大，过去。打119。黑黑黑的，报警！给我报警！报警！赶快报警！连个人都没有吧？哎，那楼顶那烧的完了，完屁事！这去太炸来了呢，太炸！看咱什么来？看结论结论了你。是干罐不？我哪知道啥也不知道啊！那些谁的轿车都完了，这轿车。这没刷到人不挺好的？那轿车它全废。那个，哎呀，那个妈呀！着急了，着急了。哎，这咋说？咋说缺油了？你说说。大家好，我是2022年6月10日唐山市烧烤打人事件的出警民警陈志伟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身份证号130-227-1989-0301-6473，这是我的原警官证，原警号081720。我现在在一省外地实名举报唐山市曹妃甸区办案人员，在办案期间对我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，从而获得非法笔录。对610事件的相关真实过程，他们不如实制作笔录，掩盖相关事实真相。对我接受采访的过程，不如实调查记录。最终为了让作为基层民警的我背黑锅，而对我进行迫害，罗织罪名强行定罪。2022年9月初，我被转押到曹妃甸区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曾两次手写申诉信进行组织内的申诉，至今已近2年没有积极的结果。我自去年7月16日恢复自由之后，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检察院、唐山市纪委监委信访等多部门实名举报我的案件存在的问题，各部门均告知我
他们受理了我实名举报的问题，但是均没有了下文。我想让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曹妃甸区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，但是他们根本不作为，只用延期的司法手段拖延我。对于620事件的相关事实真相，由于视频时长限制，我在这里先简述三点。一，620案发接警后到达现场用时近半个小时，造成出警严重迟误，而当时我在派出所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，并且我是在凌晨近三点才被通知到有该警情而临时出的警，从我接到命令到到达现场实际用时是十余分钟。二，我出警后处理610警情整个过程用时近三个小时，从半夜一直处理到天亮，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。三，我在接受采访的现场当着唐山市多个部门十几名工作人员的面，如实说清楚了我出警用时是十余分钟到达的现场，新闻稿上所说的出警五分钟到现场不对，我拒绝念新闻稿，但是我仍被现场的市级领导拍桌子，严厉命令威胁我赶紧照着稿子念。在接下来的实名举报中，我会将620事件的所有事实经过说清楚，并且我均有客观的录像、录音、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相关证据和人证为证，我对我以上所说负完全的法律责任。最近，一位患儿母亲曝光中华儿慈惠河南负责人雷某的恶行，称其要求他陪睡才能为重病儿子提供治疗资金，孩子因延误治疗不幸去世。母亲的控诉引发广泛关注，尽管官方已介入调查，慈善机构的信誉已受重创，网友呼吁直接帮助需要的人，避免通过中介机构。第一来说的话，慈善这些东西啊，你可以，你有你的慈善那一套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然后你要是最起码的，你得有点良知吧？啊，什么叫良知啊？你觉得呢？你这个事情你觉得？那你告诉我，良知需要让我怎么做呢？我这件事情哪里违背了良知吗？我给没给他钱？给了吧？那你把慈善干成什么了？干成嫖妓了是不是？哎，停，这可不是嫖妓，他愿意陪我睡的，而且我也没有说他陪我睡一次我给他多少钱，是他陪我睡，然后我给他捐款，对吧？他自愿的。那是你的钱吗？啊，这个钱我说了算呀。那是你的吧？有问题吗？那是你的吧？这个钱是我说了算吧？啊，捐助人的钱，他们捐助是为了什么捐助？是为了让你去睡别人吗？那这个，我想他们的初心是什么？初心是想做慈善，帮助别人，不是为了让你这种人睡别人的母亲，明白吧？有人逼他们捐款吗？你这话倒说的很牛啊！啊，有人逼他们捐吗？你拿别人的善良当什么了？哦，你拿别人的善良当什么了？你还是人吗？你说这种话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有逼任何人捐款吗？你说这种话，你觉得你丧不丧良心啊？啊，不丧良心啊，因为我没有逼任何人啊，对不对？首先我没有逼别人给我捐款，这第一。第二呢，我有没有逼那个女的要跟我睡，对吧？是那个女的自愿的，款呢，捡别人自愿捐的，只到我这儿。哎，我有权利来决定这个款。哎，我得住谁？就这么简单啊。你没有权利。那个孩子，那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呢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那个孩子他妈要陪我睡呢？对不对？是你自以为你有这个权利。哎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孩子他妈不陪你睡？因为我不是你这种畜生，你明白吧？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横江区人民法院干部吴前，我公开举报福建省莆田市横江区人民法院原院长何文征，他现在是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、莆田市纪委委员，也公开举报福建省莆田市横江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黄志强等涉嫌在干部调动选拔任案中买官卖官、打击报复陷害、贪赃卖法，在法院档案电子化招投标中贪污受贿、涉害案件不上报、贪污扶贫专款、贪污当事人及律师的档案复印会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程过站手续。我们再次提醒您，请务必将所有随身行李带上行李。感谢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，下次旅途再会。你现在带着这个相子，给五八，你现在带着这个相子就报，去给他报警就行了。谁给你就找人家。我拿的时候来看，那整间巷子里面是谁你的？啊，上海景泰店的东西。你那一种，那一种都一样的品种，你这才好种一点的。你看，水泥吗？哎，这里面还是加麻来着。哎，啊，这是酱油。有要的，他等了3年，他拿一点，这中间是1.5、0.75的细单性铝丝，这头都是6个平方的铜头子，那时候却重量不一样呀。哎，但他都是包装，就是水泥包装，是铜丝，前面一截子，这多这多一转的估计。你看给人猜，你看，啊，脸中间是1.5的细铝丝，他妈的，要这样的东西你都敢要？你真人才！他中间急了你也不行，你就报警，带着他现在报警上了雅去。啊，你看你这给管，把那5、8都带着不拆开的都带了。那几把给拆。哇，你给甲乙赔呗，你这一下可以从银行兜上幌子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